马主慈悲，大家好！有同修来问呢，什么叫喜悲？我们在拜拜的时候呢，那个悲啊，那个宝杯，那个悲，有人就在那炉呢、火呢上面绕了3圈，喜一喜，叫喜悲。那要知道，我们拜拜所重在恭敬三宝，恭敬三宝就是恭敬这个佛，恭敬这个法，恭敬这个身。那为了恭敬，就代表一种礼貌，所以我们要把杯呢，那个杯放在那边很久了，很多人用过了，那个磁场可能是很乱的，所以我们要拿起来，在炉上面的那香那个上面的那个香上面呢，去绕一下，让烟的熏一熏，代表把它消毒、洗干净。就像呢，我们要拜拜，我们水果要洗干净。来敬马祖，来敬神，所以东西要跟神沟通，我们希望它干干净净。所以你看看，我们很多法器在使用前呢，我们都会在香用烟呢，香烟呢，把它香一香熏一熏，这叫洗一洗，所以说我们的宝贝呢，钱呢，如果有那个烟有那个香在那边，我们趁个机会，炉的香啊，在边上面洗一洗。清一清，代表我们的恭敬，就叫喜悲。那我们这个悲干干净净，不要有上面人的一个磁场能量来影响到我们，就洗掉以后对神的一种尊敬，代表我们一种恭敬三宝的心，一种礼貌。以上向顾问的回答，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马子慈悲。